大家好，两边就走翻嚟啦。今集继续关注23条在火速通过和生效之后即时的影响和各界反应。有学者就提出，针对潜逃者的措施会不会伸延出国籍被取消或者是没有国籍的问题呢？英国这边政府公布涉及中国的黑客攻击，英中关系是不是会有新变化？等阵回来一起两边走走。大家好，欢迎收看两边走走。Netflix 最近播放改编自中国作家刘慈欣的同名科幻小说《三体》的剧集，成为了网络话题。尤其是第一集文革批斗大会的场面，画面引起各地网民的热烈讨论。小说英文版开首部分有这一段，在40几日里面，单单是北京就有1700几名受害者在批斗会上被殴打致死。不過在中文原著入面，上面那段文字咧就隱密在字海之中。你就看完整個三體系列啦，有啲咩感受呢？我自己咧就係睇倪匡嘅科幻小説長大嘅，成套衛斯理系列都翻睇咗幾次，不過咧都不得不拜服三體嘅架構宏大。而最令人著迷嘅咧就係小説情節入面擺咗唔少物理學嘅概念同埋歷史事件落去，好似成個地球嘅三體危機就係因為主角葉文傑經歷文革見盡荒謬醜惡之後，寧願配合外星文明攬炒地球。盡顯在極端環境之下，人性受到的挑戰。小說入面講三體世界時刻面臨毀滅危機，因而需要演化出高度極權的社會體制。現實世界又會不會出現的呢？趁這個長假期都是好好看書，閱讀使人自由。香港那邊都是長假期，復活節加上清明，請三日假就變成放十日了，是外遊的黃金時機。有香港旅行社說，報團去中國的人數是疫情前的三倍，也有不少的短線遊。旅遊業就預期外遊人數比訪港人數多，香港的零售和飲食業要想想自己怎樣面對目前的困境了。特區政府說，23條推出之後就可以集中精力去拼經濟，普羅大眾應該都期待經濟改善快啲出現。大家等緊拼經濟開花結果的時候，23條實施的效果就真係立竿見影啦。有份審議和投票通過的立法會議員率先以身作則，將自己的 Facebook 專頁下架。曾經發表過小紅書治港言論的謝偉俊向信報政治專欄余錦然承認，為免這些類似貼文被人借題發揮，不如自行刪了個 Facebook page， 將敏感內容清零之後再開翻咁話。曾經被稱為西環契仔的謝偉俊都咁憂慮的時候，咁一般人又應該點自處呢？港大教授陳雲毅一連兩日在明報撰文，其中直言市民可能最需要留意的就是這一項煽動罪的條文，說市民需要在發表言論的時候留意這方面的法律標準，以免誤墮法網。又說基本上建設性的批評和改良建議是不會構成煽動罪。23條還影響到條例生效之前干犯了國安罪行的人士，因為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成被判囚五年。外號第二代美國隊長的馬俊文本來獲扣減三分一刑期，原定25號就會刑滿出獄。消息說，馬俊文是因為無法令到懲教署署長信納他不會危害國安而不獲減刑，需要繼續服刑，是23條生效之後的首個案例。懲教署發言人在回覆傳媒查詢的時候說，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修訂了監獄規則第69一條，如囚犯是因為被裁定危害國家安全罪行而服刑，除非懲教署署長信納他不會不利國家安全，否則不可以獲得減刑。這話除了在囚人士，23條其中針對潛逃人士新增了一系列的措施，咁會對呢一類人士帶嚟啲乜嘢後果呢？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正式在上星期六3月23日刊憲生效，就在條例生效前一日，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明確表明潛逃者是條例的首要執法目標。我哋有啲人士係通緝咗嘅，咁諗就住一啲潛逃者，大家都會期望，既然係有一啲嘅新嘅條款係針對潛逃者嘅，我諗呢個係我哋都係必然要做。相信咧應該係對於一啲係我哋做完評估之後認為應該要施加呢啲條款嘅人咧，呢個必然要做嘅。咁但係幾時做係做幾多人，我哋係要盡快處理同埋做翻呢個評估先。喺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之下。保安局局长有权针对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潜逃者实施一系列的措施，包括任何人都不能够提供资金给潜逃者，也都不能够处理他们的资产，换言之，他们在香港的资产会被冻结。任何人都不可以将不动产，即是土地、房屋、单位等等提供给潜逃者，相反也都不可以向他们租屋。任何人亦都唔可以同潛逃者合組公司或者投資，而潛逃者本身喺香港嘅專業執業資格會暫時被吊銷，營運准許或者註冊都會暫時無效，喺香港任何公司嘅董事職位會被暫時罷免。條例亦都列明潛逃者嘅特區護照會被撤銷，咁會造成乜嘢後果呢？如果一啲流亡海外嘅人士，而如果佢只係拎住一個香港嘅特區護照，佢唯一嘅國籍就係中國國籍。當你取消咗佢嗰個特區護照嘅時候咧，咁其實你係可能就等於剝奪咗佢一個中國國籍啦。咁佢冇咗就成為一個無國籍人士喺國際間咧。係即係自從1954年之後咧，其實就已經有唔少嘅條約咧，就希望盡量減低一啲無國籍人士嘅問題。因為以前無國籍人士咧，有唔少係因為兩個唔同國家嘅國籍嘅條例嘅衝突而產生嘅。咁但係咧，刻意地去令到一個人無國籍咧，呢個一般都被視為係違反咗一個國際法嘅規定。聯合國在1954年已定、1960年實施的《關於無國籍人地位的公約》列明，公約的締約國在工作、營商、房屋、接受公共教育等方面，應該盡可能給予在其領土內居留的無國籍人士優惠待遇，亦都應該發身份證件和旅遊證件俾無國籍人士，亦都應該盡可能便利無國籍人士的入籍以及同化，盡力加速辦理入籍程序。甚至盡可能減低入籍程序的費用。聯合國跟住在1961年擬定另一條減少無國籍狀態公約，並且在1975年實施，其中第九條列明締約國不得根據種族、人種、宗教或政治理由而剝奪任何人或者任何一類人的國籍。英國是兩條國際公約的簽署國，而澳洲亦都喺1973年同时加入呢两条公约。假设身在英国，如果一旦特区护照被撤销，但又未等到5+1或者获得难民身份，受影响人士会面对点嘅处境呢？就最普遍英国嘅以往嘅做法咧，就系俾个 CI 你嘅，叫 Certificate Identity。咁等你咧可以喺国外自己可以生活，可以继续自由出入。甚至可以揾嘢做，咁但係咧，你就未係有居留權嘅。其實我哋上一代好多時啊，當喺70年代之前咧，好多一批係內地嚟香港嘅人，就好似我哋父母一代，其實佢哋揸住嗰本就叫做 CI 咯，就係正正就係呢啲嘢，唔係一本國籍嚟嘅，嗰個係只係一個身份嘅證明。咁大部分嘅國家，英國嘅處理方法都係咁，對一啲無國籍人士，當佢哋甄別咗、證實咗你係無國籍人士啦。因為冇得去，冇地方好去啦，冇人會收留你嘅。咁於是佢就會俾個 CI 你，咁然之後可能你係住滿一段幾多耐嘅時間咧，你係可以攞到當地嘅居留權嘅。23條立法塵埃落定，唔少議員喺法例通過之前已經盤算點樣對美國國會有可能就23條立法制定新一輪嘅制裁名單。南華早報引述部分不具名的議員說，他們會小心應對可能的反制措施。有消息說，至少5名全國政協計劃在未來幾個月內不踏足美國，以免入境的時候被長時間查問或者刁難。
不少議員亦都擔心自己的資產有機會受到影響，去找法律意見。當然亦都有議員公開表示不擔心，說是履行份內事。23條草案的投票過程，媒體全程直擊，大眾都看到他們有多落力支持23條立法。我覺得今次的完美審議，我是值得去投票，令到我們有完美的成績表，89人投票，89個全票通過，這是一個歷史時刻。作為傳統上不投票，顯示確守政治中立的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解釋，今次破例參與議案表決的原因，說是要彰顯國家安全，人人有責。恢復《基本法》第23條立法，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的議讀，在3月19日的加開會議開始。在任何的政府要動用國安法，其實是一個極少數的情況，亦都可以說是最不想出現的情況，因為是一件很丟架的事情，有辱我們國家的體面，亦都傷害了民族的精神。涉及國家安全的法律，英國和美國其實分別都有14和21部，而我們香港26年之後自本地進行第一步的出台，還參考了不少他們的法例，但是西人都還是要干預我們的立法。我們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的履行憲制責任進入了最後的衝刺階段，我在這裡完全支持，粉身碎骨地支持這個條例的草案。而香港在國家安全的基礎之下，大家可以更放心去開拓我們的發展大道，香港就好像如鷹展翅翱翔。國安、港安、家安、人人安，高質高效落實23條。大家不要以為立了條條例之後一天就光了，敵人已經不存在了，正正值敵人就現在這個時候就是說我條氣不僵，沒有理負。同樣都是支持，但謝偉俊的發言就顯得有些不同。國家現在往往做事都是要一個不跟英美國家，不跟世界一些所謂強權霸權給我們的節奏，今次這個節奏我覺得是一定有需要在這裡，我希望有機會能夠更加清楚將來知道是節奏為何要這麼速戰速決。現在的待決議題是《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予以二讀，贊成的請舉手。到二讀進行投票時，大部分議員都舉手支持，唯獨選委界議員蘇長榮，雜誌社形容他在座位低頭未有舉手。今次加開會議只是用了10個小時就完成了二讀和三讀，有89位贊成，全票通過。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梁君彥破例投票之後，隨即罕有收到特首李家超通知要出席會議和發言。我感謝所有愛國愛港人士支持和推動《基本法》第23條立法，共同為纏繞香港26年8個月19日的問題寫上圓滿的句號。在香港立法會極速通過《基本法》第23條立法後，不夠24個小時，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在瑞士日內瓦出席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代表特區政府發言。The Basic Law Article 23 legislation will better protect our country from genuine threats to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increasingly intricate geopolitics of our time. The legislation fully aligns with th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s and practices. 不過，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事處發言人 Jeremy Lawrence 就拍片批評特區政府的做法。The broadly defined and vague provisions in the bill under Article 23 of Hong Kong's Basic Law could lead to the criminalisation of a wide range of conducts protected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includ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freedom of peaceful assembly, and the right to receive and impart information. 多國亦都喺23條立法通過之後發聲，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話：對23條立法後，港府可以利用新法律進行境外鎮壓，深表關注。
We believe that these kinds of actions have the potential to accelerate the closing of Hong Kong's once open society. We're alarmed by the sweeping and what we interpret as vaguely defined provisions laid out in their Article 23 legislation. We think that this was fast-tracked through the non-democratically elected Legislative Council. 梅倫就在外交部聲明指， 特区政府的新法律对香港造成广泛影响，进一步损害香港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亦都削弱香港履行国际责任，包括中英联合声明和公民与权利国际公约。他呼吁特区政府尊重基本法赋予的权利和自由。加拿大政府的声明就指，港区国安法在2020年生效，侵害香港人权和言论自由。 新法律将会令到国安法后产生的寒蝉效应恶化。澳洲当局就更新旅游警示，建议旅客在香港要保持高度戒备，只维护国家安全法例在3月23号生效，旅客有机会被羁留最多16日，以及拒绝会见律师48个钟头。多个港人聚居的海外城市， 在新法例刊宪的3月23号当日都有活动，反对23条立法，包括白明翰。伦敦的反对23条立法游行就由外交部出发，经唐人街，沿途高叫口号，最后在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集会，警察在场维持秩序。 另外，曼城、诺定咸、温哥华、多伦多、洛杉矶、雪梨、墨尔本、台北等超过20个城市都有集会同抗议。23条喺香港时间3月23号生效之际，英国政府就喺英国时间嘅3月22号更新咗对香港旅游警示下嘅 Safety and Security 部分。 指出新法例全释范围广泛，相关嘅法例可以规管香港境内、境外远至英国嘅活动，而且不论国籍，唔理系个人定系机构，23条一样可以作出检控。嗱，讲到英国啦，最近有住喺伦敦同埋 Bristol 嘅朋友都分别收到投票通知书，提醒佢哋5月有伦敦市长同埋 Bristol 嗰边有警务专员选举，叫佢哋记得行使选民权力，尽公民义务。 大选就仍然未定日子，但已经有2成嘅现任保守党议员表明唔会竞逐来届嘅议席，其中就包括前首相 Theresa May 文翠珊。BBC 政治编辑预期提早宣布拒绝再换嘅议员人数，从会不断上升。不过呢个礼拜关于国会嘅焦点，应该系英国选举委员系统受到入侵，同埋有部分议员被发现遭到网络监视。 两个事件都涉及到中国嘅黑客，而英国各大媒体更加关注系内阁嘅应对速度同敏感度有几咁不足。I can confirm today that Chinese state-affiliated actors were responsible for 2 malicious cyber campaigns targeting both our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parliamentarians. 英国大选预计今年下半年举行，副首相杜永敦就在星期一向国会公布这两宗发生在近3年前的事件，说他们涉及向选举委员会以及个别经常批评北京的国会议员受到的电脑黑客攻击。但杜永敦强调，未来的选举将会安全进行。根据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的公布，和中国有联系的黑客 在2021年入侵选举委员会系统，涉及英格兰同威尔斯4300万人的资料，但事件要去到2022年才被发现。委员会表示，大部分这些资料都可以被公众查阅，无影响选举进行。而同样在2021年，亦都有黑客组织对4名国会议员，包括关注黎智英案件的保守党前主席施智安。 同上议院议员奥尔顿勋章，以及前教育官员Tim Loudon 同苏格兰民族党国会议员 Stuart McDonald 进行网络监视行动，但唔成功。佢哋都系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员。
杜永敦表示，今次涉及国会议员的事件是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黑客组织 APT31 有关。外交部就宣布制裁武汉晓瑞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及两名同样是 APT31 成员的39岁中国公民。而同外交部联合行动的美国财政部就将制裁名单扩展到7人。美国司法部的文件指他们进行大规模网络攻击，说他们寄送10000多封有隐含跟踪链接的恶意电邮，电邮一旦被打开，接收人的位置和 IP 地址就会外泄。美国国务院已经悬红$10,000,000征集相关信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反驳说，指控必须依靠客观证据，而不是在没有事实依据之下诽谤其他国家，更不能够将网络安全问题政治化。在2015年担任首相期间，曾经说会同中国发展黄金时代的英国外相卡梅伦表示，不会容忍中国危害英国民主制度的行为，已经就今次事件传召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Attacks on our democracy are unacceptable, yet that is what organizations backed by China have done. Today, we are publicly calling them out, and we've taken action. 首相申伟成在出席国会委员会会议时，就强调现政府对应中国的行动比其他盟友都要坚决。不过，被指受黑客监视的国会议员施智安就说，过去经常提及中国威胁，批评政府的行动太少太迟。It is a little bit this statement like an elephant giving birth to a mouse. Tim Loughton 就话，当局今次嘅应对就好似攞住木做嘅叉去同人枪战。党内啲对华鹰派嘅议员，佢对于无论系对于政府点解调查咁耐，又或者政府调查出嚟，佢觉得政府对于中国佢哋发动黑客攻击嘅反应觉得好软弱咁样。咁即系当然呢样嘢系会对保守党嘅团结有负面影响啦。保守党佢而家咁已经去到一个难听啲讲，佢山穷水尽嘅地步。去到呢个 moment 嘅时候，其实呢一样关于黑客去入侵几个对华鹰派议员嘅电邮户口呢一件事，其实对于保守党嘅负面影响唔系想象中咁大咯。因为保守党入边最主要，即系唔同派系最主要嘅分歧，唔喺呢样嘢度咯，而系喺另外一啲对于国内议，即系对喺国内政治变更重要嘅议题，即系例如移民政策，例如即系。對於經濟啊、財政啊、稅收嘅政策咁樣，呢一啲先係保守黨入邊唔同派系之間分歧嘅來源咯。凱特王妃上個星期透過預錄影片公開自己患癌，並且接受緊預防性化療，因為王妃啦已經一段長時間冇露面噶啦，坊間本來就有好多猜測，甚至係陰謀論。震撼消息一出，輿論反而咧平靜翻落嚟。Kate 就話：對佢哋一家人嚟講，過去幾個月非常艱難，要同年幼嘅仔女去解釋狀況，亦都唔容易。但係佢有信心可以戰勝困境，亦都不忘鼓勵所有面對緊癌症威脅嘅人。At this time, I'm also thinking of all those whose lives have been affected by cancer. For everyone facing this disease, in whatever form, please do not lose faith or hope. You are not alone.希望天下間每一個病人、家人同照顧者都得到佢哋需要嘅支援，令到常懷希望唔係一句空泛嘅説話。大家都要記得提自己，見攰就唞，咁樣漫漫前路先至可以繼續走。下星期再約定你，兩邊走走啦，拜拜。